现在3:23，又是从3:30开始。我的一天又从3点多开始，然后跟朋友约了去欢乐谷。那今天你会挑战你自己吗？不会，有的说了，人有的时候就留在自己的舒适区，其实挺好的，真的没必要跟这个世界这么杠。去坐那个，去坐那个，那个还行。吓人吗？吓人吗？我所说的今年的这一期让我后悔莫及，当然这种话后面会慢。我怎么删掉了？地支水泄金之气，病生蓄能，郁闷克制不能生金。别搞我啊！你走。我怎么感觉我们走的那个是对的？是的。鬼都在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有点害怕啊，这个。你别动啊！啊，不会动的。结束了，他一点音效都没有，偷懒了吧？因为没有人。就这，就这。然后我就喜欢看别人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。不是，这个真的很恐怖。我之前去欢乐谷，朋友做完这个下来都吐了。吐了吧？那还是，我就看着你们飞上去。我小声。我的车来了，辛苦了，今天也，老板晚上给你们发工资啊。那个粉色的朋友们，一看就是我的车。我们现在要来挑战一个，在对小朋友挑战的项目。真的不吓人，你们没骗我啊？我帽子会不会掉？我帽子会不会掉？好，就开始了。好了，怎么就开始了？我帽子不会掉了。我给你拿下来，也是可以的。你手机拿好，你手机拿好。他了。接下来是小庄的尖叫之旅。你们不要吓我！你看上面还有人。哇！哇！那边有坡，好恐怖！啊！完了！这个怎么是横着转的？这个，对，我要吐了。来了！我想了很久的这个过山车，就是我唯一能为数不多能玩了。勇敢的蹬开你选择的第一排。你知道我每次玩极速光轮，我都坐第一排，一定坐第一排。就是我能玩的项目，我会特别勇；我不能玩的，我就只能站在下面看。手机已经拿稳了，别待会儿下来手机没了。
欢乐谷之旅，一共就才玩了几个项目。不重要不重要，反正还是蛮开心的啦，蛮开心的。然后现在更开心，因为我们来吃小龙虾了，我进市区了，友友们。哎，我们没。